还有点可惜的。哦，他好像走到上面这边。炸到一下，他没坚决性，挺脆的。啊，这么远的。哭喊可没有什么好处。好气啊！姜片。人人有份，憎恨是小孩。他好会骗呢，是不是？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哎，招闪还行，有点小亏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三瓶药。我操，这打算不回家了是吧？更多火药，渣子，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脏东西，我要把有点细。统统烧成渣。这么细的人，对线就没必要去摊后排兵 Q 人。他好会拉扯，这个高手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你懂不懂啊？这剑魔水平确实是可以的，不过前面寡妇帮我救了一波，他基本上就没机会了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这剑魔熟练度还不高呀，这剑魔玩的可以的，绝对不是装饰的，这人根本就不是本地人。这人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那看他对线细节都能看得出来，装饰没有这个水平，我天天打钻石我还不清楚。
的脸上去。罗马人贪笑还是有理解的呀，我操，他们掉在杀手码头上，罗马人贪笑还是有理解的呀，把队友带死了。赞美对手，抬高自己，行吧，这建模就一百银，说实话，这建模白银都不如。我的仇恨将这样可以了。我话讲完，谁赞成谁反对。吃不出来的，把他 W 挡了，不给他吃。不交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更多火药。你看还宅，骗我是大筒子，这屌人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谢把春天吵醒的送了班卡，谢谢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与其提升自己，不如贬低他人。还是弹幕有理解是吗？这剑魔装备都烂掉了，我现在操作再好也打不过我，经济差很多。我比他多2000多块钱经济，9分钟。玩毛！当心炸药桶！让他们的鲜血涂满码头。渣子！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小锯齿，一点机会都不给，感觉没必要交闪，血量好多、哦，太求稳了，说实话，真没必要交闪。他敲敲一下 A 一下，也不至于打我600血吧？应该打不了吧？就第三下就加一发被动平 A， 能打得了我600血？应该是不行，他的第三段 Q 顶多也就300，撑死也就300血，300那平 A 一下绝对 A 不了300，但吸血的话就是一个问题了。怎么猪逼的呀？这不他能杀我的呀？我都这么惨了。恶贤开火 ！Shut down！ 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差点死了，差点银蛇币。清算就要来临了，又一个渣子！操！我真的是逼了狗了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把匕首。先买鞋子，是小孩子的用词。
Everybody 步步都来了呗，还得看弹幕呀。Everybody 步步步，我是真没想过，感觉你比我有天赋呀。弟哥，我八年都在黄金混，有搞头吗？更不会忘记仇恨。我这边的建议是打职业。更多火药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我买了一套都没撩到，我操！找不到算了。机会都不给他，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那就先刷对面的野区，把对面的野怪全部刷光光。需要大招吗？大我就不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当心炸药桶！们 AD 很肥啊，他们 AD 打团兽多看他们辅助就行了， AD 倒是不用洗，主要是看辅助冲我蹲一手。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。还好他们硬，在炮弹里洗个澡吧。我好慌。
兄弟们，我好慌，搞得我好没面子。差点银蛇币，预示着我的归来。当心炸药桶！回来时会变得更强。我害怕不行吗？你们不怕，我害怕不行吗？我在红江吗，兄弟们，我红江吗？有人吗？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快喽，别开喽！死亡都吐了出来。他看到 AD 没过来就不看。其他都不怕，就注意他们 AD 就行了， AD 跟辅助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增援。我怎么也中一呀、啊？我的发考一次后来爆血！爆！塔前吃到了，吃到了呀！吃到了，吃到了！我本来身上600多块钱，吃完塔前不止，我本来身上好像是600多，吃完塔前身上差不多1400。1690，我吃完塔前我看了一下我的钱，清算就要来临了。这边先发个宵夜哦，兄弟们，想要半牌子点这个闪电是1毛钱就可以半牌子，谢谢兄弟们的牌子，谢谢谢谢谢谢 Thank you I love you。你怎么还值300？哎呦，咋的了？骂人你！
这样好像有点。一过去他没闪的，干死你小子！闪现打我是吧？这手女这装备有什么说法吗？伤害会很高吗？不太脆也对。那手女就不是爆发型英雄，这样出装备我个人感觉有点垃圾，说实话，扛不住，没位移，还不是爆发英雄。你要像船长这样子一下干别2000血是吧？你再怎么狠都行，蛇女不可能说一下爆发很高，只能慢慢慢慢叠。看牛马人装逼就完事了。装逼还得看牛马人装逼。直接拖400，兄弟们！直接拖400，好爽好爽！